下午2点，准备去逛一逛，还是坐公交车。现在呢，在哈尔滨站。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先去走走看看吧。坐上公交车了，到坐了个公交车，坐了几站，到这个地方来了。金夫人、老盘、皮草，一到这个地方啊，很多朋友可能就知道，就是我要去哪里了。我上一次来过，简单的逛了逛，这一次因为有时间，再过来慢慢的逛一逛、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哈尔滨的高楼大厦，这个地方，也有很多的外地人来，但是相比要去中央大街来说呢，就是人少很多了，并且呢，我感觉到就是说这边可逛的地方，有意义的地方也很多，因为它这个是，巴洛克，建筑风情街嘛，也是个历史老街。现在到了中华巴洛克，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大大的雪人。大雪人，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刚才有旅游的，我帮他们一家三口拍了拍照片。中华巴洛克冰雪乐园，用冰做的一个大滑滑梯。这边玩的还排队呢，这个价格非常便宜。10块钱一次，然后看看价格，20块钱两次，30块钱四次，40块钱情侣每人两次，每人四次哦，需打卡拍照。看看拉着往上去了，我们过那边里面去看一下，逛一逛。这个东西还挺沉的，看上去拉着哈，也不沉。坐这个滑滑梯是一个乐趣。这个小朋友，没有，差点又没滑倒。挺好玩的。那个地方还咯噔一下，又来了，那个大人抱着个小孩。这边人也不少，我们也是逛一下，看一看。但是比那个中央大街的人还是少多了的。这边还有相声，前排39。咱这个肠，一会儿肠烤肠啊。这边他说那个烤肠是免费送的，我等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。在哈尔滨呢，碰到这种事情是不稀奇的，因为这天也是经常性遇到。大家以前在视频里面也经常性会看到，什么送豆浆的、送暖宝宝贴的、送那个冻梨、冻柿子的，还有送什么的，热水等等的，反正是经常性会碰到。
有些当地的朋友可能会说，那我怎么没有碰到过？可能是说你转的时间少吧，我这一段时间都在这里每个地方去转，是吧？经常性来来回回的就会碰到了。在这边看一看，见过送那个热水的，见过送暖宝宝贴的，哎，这里还有个磨刀的。现在磨刀也改革了哈，都用那种电的了。啊，这是免费送的。盖儿的话可以盖盖儿。好，来，这有盖儿的。还有要的吗？要水啊？要肠的话别走啊，要肠的话马上这个肠也来了。来，要水。这是开水对吗？不是，这是茶水。哦，茶水啊，茶水。白茶。哦。福鼎白茶这个。福鼎白茶。来，稍微浓一点。还有要喝水的倒一杯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来来来，这个。刚摆摊儿啊，刚开摊儿，有点这个整手忙脚乱，手忙脚乱的。哎呀妈，鲜的也整散了。这是常卖吗？还有点冷。这个是免费啊，常啊，常不卖，常不卖啊。常不卖啊。常不卖是免费送的。你告诉人一声，人免费的，免费的。来，常免费的啊，来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免费送常的。来试一根啊，来试一根。热乎了，本身就烤熟的，我拿出来不用加热一下子啊，直接能吃的。来来来，欢迎你们来哈尔滨啊！谢谢大哥，真棒！可以给点意见建议。谢谢。这是啥？感谢感谢，感谢感谢，谢谢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这肠熟了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长沙。青岛。他是青岛的。来尝一个，尝一下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吃完可以给点意见啊，好不好吃都可以说一下啊。不满意也可以说一下啊。嗯，满满的肉香，全部是肉。纯肉的，纯猪肉的。嗯。免费，免费的，来。做南方的，北方的也行。来来，还有热水啊，还有热水，你们要喝茶水的，来。谢谢大哥。在你们的印象当中，哪边就算南方？除了东三省都算南方。这个范围就大了。谢谢大哥。来烤肠吧，免费品尝，免费的，免费啊！不要点水，那你问那个大哥要吧？把那个白开水拿来，再加点水，喝上。真的，哈尔滨人真的是特别热情的，像这是自发的。还有七分钟把大家的现在坐下一元一场，前台坐下39元，后台坐下20元一位。老板回来了，老板吃肠了。老板回了。来，大哥，你吃肠还是喝肠？喝肠。来点肠行，多来两个。这个是白茶，欢迎咱们南方的小朋友，我们小朋友，欢迎南方朋友们啊！你们喝，喝水还是这个吃烤肠？都要，都要是吧？烤肠是免费的，都免费，都免费，都免费的。好，这是白大师那个白杯，好。尝尝茶怎么样？免费吃，免费吃，来。你这卖了吗，哥？东北的天是冷的，但是东北的热情是火热的。尝一尝他们的茶。来个茶是吧？
烤啥咋样？挺好的，纯肉。吃完了是吗，哥？对对对。对，喝点肉茶水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茶也是挺热的，看就是他们这种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反正挺暖心的嘛。来这边旅游，就是感觉到处处都能看到这一幕吧。不要钱，随便吃。对对对，免费的哈，这是。嗯。我们这个，我这在网上买的。哦，网上买的。你们自己卖呀？我们不卖。可能会有朋友们问他们是图什么，或者是说那个会问就是他们是什么组织的。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他们就是想着大家来多来哈尔滨玩，多来感受这个气氛。其实像他们呢，也并不是说每天送来有人，他们呢就是说有心里面有这种想法了，或者是抽个时间了，条件成熟了，那他们就，过来就是说做一下这种活动。如果是说，没有时间了或者怎么样就没有的，也并不会像就是说有些人说的那样，你来几次了没碰到，只是那确实是没碰到而已，那并不代表这种现象没有，或者是说人家也没有必要说天天都站在这里给你送。那哪个人是吧，大家可以想想看看，有这种那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的是吧，只是说人家带改就是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一个时间点，然后这个就是怎么讲，哎呀说不出来，挺感动的，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热烈欢迎外来游客的一种心情吧。就像当时在山东淄博一样，人家那边也有参与的这种活动是吧，停车场啊，有那个市民自发的给外地的游客放一些水果或者怎么样的，那都是一种就是说以个人的行为来表达一种这种热情啊是吧。在此呢也是特别感谢哈尔滨人民，然后呢也希望哈尔滨越来越好，也希望全国到处都是哈尔滨和山东淄博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